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40年执着将交响乐带给普通大众。身患癌症，坚守舞台，86岁的她与时间赛跑。郑晓英。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也有许多人并不赞成，但是我现在会不顾舆论如何，我会要埋头去做这个事情。我只知付出，我只知做。11月27号，歌剧《岳飞》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指挥这部歌剧的是86岁的郑晓英。这位新中国的首位女指挥，足迹遍布世界10多个国家。她走遍了国内外50余个城市，至今已经在指挥台上活跃了60多年。她是乐队的指挥官啊，灵魂人。当他下拍的时候，他要强就有强，要弱就有弱，他的表情带动了整个乐队，他和乐队和音乐形成了一个整体。你看他的眼神，在舞台上指挥的时候的眼神，有种激情在里面，他的激情也感染了我们。但是对于郑晓英来说，每次登台并非仅仅为了成就自己在指挥艺术上的追求。就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为大众，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个人，把自己的收获与大众分享，这就是我的愿望。60余年来，从顶级的古典音乐殿堂到普通的工厂和学校，郑晓英给各界观众带去了上千场次的演出。但经验丰富的他却在歌剧《岳飞》上演前一直很担心。是理由吧，我们也有课，也没有请假。下去，下去，来。歌剧《岳飞》长达2个小时，而承担整场演出的近300位演奏员和演员，却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天津音乐学院师生。这是他们第一次面临大型歌剧的演出任务。这些演员不是职业演员，他们都是老师，都是第一次演歌剧，第一次跟歌剧乐队合作，乐队也没有很好的伴奏过歌剧，他是个学生乐队，尽管在乐队里面的首席都是老师，但是他们都不是职业的演奏家，所以你要需要用很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听得见乐队，看得懂指挥，能够很好的反映指挥所要求的音乐。
冯硕呀，你有一个地方老是长，巷子太长，这段要再来一次。我叫他做赶老鸭子上架，那没办法，那也得上，那对我的思想压力、体力压力都是很重的。今天的排练换了两个场地，排练结束时已是深夜。全天七个小时的排练过程中，郑小英叫了25次暂停，而此时距离最后的演出仅有20天时间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86岁的郑小英却要颇费周折地与一支没有舞台经验的团队完成一部如此大型的歌剧，其中的缘由来自一段时间以来郑小英越来越强烈感受到的紧迫与忧虑。2015年9月，郑小英被确诊患了癌症，而这已是近20年前她直肠癌痊愈后，癌细胞在她体内的第三次复发。有一个老朋友说，年纪大了还是要去检查哦，那么一查就查出来。当然有点吃惊，但是呢，既来之则对付之啊。就是想赶快把没做的事情赶快再聊一下，因为癌症还不像车祸，车祸是你来不及对付啊，癌症还有个过程呢，所以很好的是他还给你时间把一些剩下的事做一做，就赶快做呗。因为人总归是要走的，不过就是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而已。然而几年内病情的连续复发，还是让时间紧迫成了郑小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今天重要的是，我们依旧看到郑老师活跃在国内各个城市的舞台上，现在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有请郑老师上台。2015年10月9号，持续一周的治疗结束不到一个月，郑小英就出现在了闽南大戏院的舞台上，为公众进行歌剧知识的讲座。如果说交响乐已经是重工业，那么歌剧是重中之重，那除了乐队还有演员。我们创造的美好的音乐应该有这样的义务，把这样的音乐还给大众，还给人民，始终有这样一种使命的感觉。虽然观众需要，郑小英也愿意去努力，但是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却让她在不久之后不得不离开舞台。在那以后，如何把高质量的音乐继续送达各地观众的耳畔，这个问题让她十分忧虑。就担心没有人可以接她这个棒，肯定有这个担心。很多的省市歌剧院的排演方式是很落后的，是在不计成本的这个条件下形成的，几百人就在那排练，都是几年一部歌剧。有很多的演员就在这样的省市歌剧院一待一辈子都没有唱过一部戏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浪费，资源的浪费。当今许多省市的演出团体在演出以前都会采用管弦乐队和歌唱演员联排的方式进行排练，这样尽管给歌剧导演和指挥在调度乐队上提供了方便，然而一旦某位演奏员和演员出问题，全体人员就要配合他一起重来和反复，这极大地影响了排练的效率。
而郑小英推广的一套名为歌剧作坊的工业化排演流程，恰恰解决了传统方法的这种弊端。他一般的比如一个新作品呢，他是会整体试奏一遍，试奏一遍以后他就会知道了，管乐是哪几个声部，哪几个地方是需要练的，你大提琴哪个段是你的重点，你要练好。这就是郑小英推广的工业化排演流程的特点所在，它会让各个声部分别将指挥指出的问题单独强化练习，并解决之后再进行集体排练，这样就改变了从始至终都是全体连排的传统模式，节约了由于某一部门不达标而让所有人员陪练所耽误的时间。就像在大工厂里头，那个修配就最后的总装是经过前面的各种设计，是吧？各种零件的打磨制造，最后一点一点，最后才能总装。就这个过程，这个流程，我们要学习。这样呢，就是乐队啊，只要把自己的那部分弄好了，合起来就快了，就是好省很多时间。因为我是第一个在国外知道这个流程，现在呢，很多的省市歌剧院都没有这么做。我就是希望用我这点余热，能够帮大家知道，这么做能够有高效率、高质量，很快你的剧院就能有戏可以演，我们的老百姓就有机会欣赏到更多的剧目。但是对于几年才排一部戏的乐团来说，郑小英的高速排演方式增加了工作强度，而现有的体制也不会给这些乐团带来强烈的紧迫感，因此郑小英推广的这套方法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发现我的一些想法常常有点超前，终归是不被人接受、不被人理解的，都得要靠我自己去奋斗，自己摸了晚多少年，人们才觉得这是对的。但是我现在有点着急啊，我等不得了，我希望能够快一点做。因此虽然并非理想的合作对象，但当郑小英得知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愿意与他合作排演岳飞时，他还是立刻从厦门飞到了天津。在他看来，这是实施这套工业化流程的一次好机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学生他单纯，他愿意学，事实也证明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合唱，特别是我的印象，他们的合唱，尽管他们有不足，啊，他们都还没有很好的学完发声，啊，但是他们有基本的条件，最要紧他们热情，他们愿意投入，这点就非常不容易。但是，由于乐团和演员缺乏舞台经验，合排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技术问题以及人员无法到齐的情况，拖延着排练的时间。为了保证演出，郑小英必须承受更大的体力消耗和时间的压力。这个音完了，再等等等等，耶，要一起进来，就一定要适应一下，一边唱一边要听的乐队，还有不同的角度在做戏，让他能够汇成演角。这个是要锻炼。力不从心，偶尔有吧。年龄、身体的负荷是个问题。
有的时候是很吃力了。岁月不饶人呐、啊，我现在已经80多了，嗯，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些愿望我可以做到的，还没有来得及做，没来得及完成，所以很想把它做完了再走。这是郑小英无奈的选择，年龄和身体的状况让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将自己的方法传播开去。他坚信，只有这样，在他离开舞台后，才有人能代替他继续将高质量的交响乐带给大众。而他已经坚持了近40年的这个普及交响乐的使命，却是从一次失败的演出开始的。1979年，以禁演10年的西方歌剧之一《茶花女》在这里上演。此时，郑小英从苏联学习指挥后已回国近20年。今天，她将在祖国的舞台上指挥西方的歌剧。然而，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出，至今让郑小英心痛不已。《茶花女》前面有一个非常优美、凄婉的一个序曲，管弦乐的序曲，一开始是非常轻的，闹哄哄吃瓜子儿、吃榛子了，我就没法开始。在演出中间，也有人趴在乐池边上来说：“哎，这是什么戏啊？怎么一个劲儿唱啊，也不说话呀、啊？”啊，也有人说：“哇，你看这还有个人打拍子呢，怨不得那么急啊。”我心里头很痛，就是听到这些反应。郑小英的首演就在一片嘈杂声中结束了。观众散去，郑小英独自在观众席上翻了1个小时的谱子，但她却一行都没有看进去。我说我怎么办呢？我能做点什么？我不能去骂大家呀！你们太吵，你们不尊重我，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很无奈，那怎么办呢？不要去抱怨，赶快做。你想办法把知识给告诉大家，就是这种心情。从那时起，郑小英开始了交响乐的普及，没有人支持和理解，他就自己干。那时候歌剧院都舍不得花，那时候要花500块吧，如果再给我加一行字，说开演以前有20分钟音乐讲座，大家可以早一点来，连那一行字都不给我加，因为要就多加钱的。我怎么办？我只能请人到售票处去贴一个大字报、小字报，请你们提前20分钟到剧院来，那里有讲座，买票的人可能知道。还有就是我自己拿着个小录音机，在这个剧场门口去吆喝，然后我一走，后面就跟着一群，就跟我来。靠着各种大字报式的广告和吆喝，听讲座的人数从几个人增加到了上百人。看到那些老人带着孩子，把节目单交给孩子，孩子在上面做笔记啊。我那个讲座还看到有人第一天来不知道，第二天再买票来，带一个小的那个砖头录音机来录回去你的讲的东西。你就真是感觉到大家需要知识，那你为什么不做一点？后来，郑小英干脆将音乐会开到了工厂里、学校里。当时我们那一批孩子哈，基本上是从初一到大学的这个中学和大学的这个阶段，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场音乐会，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震撼，也帮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些看起来都很小的事情，但是你要去做就能成功。这就是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这就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在普及交响乐的道路上，郑小英一走就是将近40年，至今他的讲座已经办了几千场，按照平均每场200人计算，也已有数十万人接受了郑小英的交响乐普及，有的也已经成为了交响乐的忠实乐迷。而这种边讲边演的交响乐演出方式，最终被冠以郑小英模式。那么莫扎特的音乐充满，虽然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悲惨的，但是他的音乐却充满了乐观精神。郑小英老师是用他80多岁的高龄的超长的热情，在为群众宣讲，这是一种精神，让老百姓对交响乐有认识的一种身体力行，我觉得是令我肃然起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交响乐事业的脊梁。今天人们称赞着郑小英近40年的坚持，而这份坚持背后的孤独与坎坷，却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近10年的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争相发展，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冲击着交响乐市场。这一时期，郑小英靠着普及讲座努力争取到的一些听众，也逐渐消失在了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和崔健的狂野之中。同时，这一切也直接影响着交响乐团的从业者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大家都迷恋邓丽君，而且那个各个团的主角都去走穴。所以你流行歌星能挣几十万，我几万挣不到吗？这方面的人才的流失，大家观念上的迷茫，没饭吃了怎么办？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挣钱是到饭店或者是这种各种走穴的演出。乐团成员要么改行做了流行音乐，要么去下海经商了。此时仍然坚持交响乐普及的郑小英变得与整个乐团格格不入。我请演员来排练，这个不来那个不来，等了一个钟头来了，说我今天嗓子不舒服，我不能唱。你指挥一点没办法约束演员，约束演奏员，非常委屈。我想要干活，但是他们不让我干，因为我想的不是一回事，大家要去赚钱，我没法去迎合大家，这个我要大家搞艺术。我们这个行业最困难的就在于，我不想，我如果是个钢琴家，我可以自己弹呢，是吧？我可以找一个地方不要钱的场所，我就可以弹呢，欢迎你们来听啊。啊，小提琴家也可以啊，指挥就不行啊，你指挥得有人愿意被你指挥啊。歌唱家、乐队，不是人人都可以无偿的、义务的来做一件事情。1991年，郑小英离开了他工作10余年的中央歌剧院，但此时他依然坚信自己的坚持是有意义的。就是希望你们孩子们除了流行音乐以外，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的健康的经典的音乐，
各民族的，包括中国的，而且他们代表的人类的进步，代表的历史。能够给人的启发、震撼，远远比一首小曲儿要深刻丰富得多。他就是这么执着，就是他认定要做的事情他一定要做到，而且想尽办法做到，绝不后退，这点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人有这样的毅力啊，很不容易啊。司徒志文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大提琴家，那时她57岁，而郑小英也已经60岁了。在那人人都忙着为自己挣钱的年代，两个老太太一拍即合。我是非常评价我们参加革命以后接受的那一番思想改造的教育，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批判个人主义，就是个人应该奉献出来为大众，一切的牺牲为了大众的牺牲都是光荣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约一些人可以不计报酬的把好的音乐送到学校去，就是这么一点理念。哎，他们就去串联，串联第一天就来了10几个人，女孩子都是女的。郑小英和司徒志文就带着这10来个女孩子在武警部队的一个地下室里成立了爱乐女女子室内乐团。我们没有钱呢，这武警给我们一个地下室，高兴得很。那次正好下大雨，那水哇都灌到地下室，可是我们都约好了那天排练怎么办，会不会来啊，就每人下地下室带2块砖头就下去，就在那个水泡的那个砖头，大家就踩在那个砖头上，像大提琴啊小提琴都踩，坐着椅子踩在砖头上排练，泡着水。没有工资，没有编制，只有不停的排练和演出，但对于每一个当事人来说，这却是一段充满幸福与快乐的过往。哎呦，太宝贵了，哇，拥抱全体，拥抱全体，谢谢。这是团员们在爱乐女成立20年后的相聚，今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音乐界的顶梁柱。而在交响乐低迷的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刚从校门走出来的他们，能够上台演出却是一种奢望。我是91年大学毕业的，我们从学校出来应该是怀揣着梦想，但是现实呢是演出并不是很多，而且人们的概念好像就觉得民乐、交响乐这些都是老东西，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这个爱乐女啊，除了为孩子们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普及以外，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家也是一个培养。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舞台给他们了，现在很出名的张红艳老念到她在爱乐女里面受到的教育，她说除了我有了个机会在舞台，有了一个舞台可以表演以外，老艺术家们给我们的教育特别深刻。所以你看张红艳现在搞了无数次他那个琵琶讲座，免费的。刚离开学校的学生们有了演出的机会，郑小英也能在指挥台上继续他的使命。各自的需求让乐团的每个人都不计报酬，在普及交响乐的事业中拧成了一股绳。短短5年间，爱乐女给工厂、学校带去了几百场演出，而当初只有10几人的爱乐女，也最终发展成为100余人的交响合唱团。1995年，郑小英带领着100名女将登上了世界妇女大会的舞台。
We've long been awaiting this moment when we are able to give expression to our heartfelt welcome to you with our music.这一天，无论郑小英还是乐团的成员所收获的，不仅是追求使命的道路上的一次高峰，还有那份专属于女性的荣耀与尊严。他跟我讲过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作为我来讲，我的人生经验，作为一个女的音乐家，或者说一个有自己事业的女人。”永远不要丢掉自己的事业，因为当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你的事业就是你生命当中给你最大的支撑。他有时候常常就是这里痒那里痒，痒得专心。我说忍着吧，有哪有什么药？这个年龄的话会有。你现在江医生来了，你就好好表现。年纪大了都显得会一身无助。真是无助啊！我父亲也是这样。2015年10月10号，就在郑小英去天津排练的前一天，老伴儿突然患上了急性带状疱疹。由于女儿长期生活在国外，郑小英只好将老伴儿交与朋友照顾，自己则如约前往天津。好像好几次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他病倒，然后都是朋友们帮我照看。你一定得去啊，我那里都是几百人等着的事情，当然很记挂，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对个人的事情太看重放不下的人最好不要打折。在郑小英的生活中，已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普及交响乐这一使命。86岁的郑小英至今仍然每天8点前起床，晚上12点后睡觉。保姆每周会来家里给郑小英和老伴儿做一次饭，而这饭两人可以吃上一周。你晚上吃剩饭啊，赵先生？我天天都是这样啊，不是晚上，是每天，基本上可以2-3天。为什么吃剩饭？不是为什么，省事儿啊。不是热一热吗？我跟你说说，我定吃冷的，吃冷的，吃剩的，才能活到86。郑小英吃这顿晚餐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郑小英从不逛超市，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业余活动。几十年来，她不知疲倦地坚守自己的使命，无论他人是否认同。轴啊，对吧？一个字，你碰到过这种很轴吧？那别人认同自然好，别人不认同的事情情况，我们做给你看，这是他最厉害的。因为我知道要办成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肯定有困难，肯定有不同意见。你自己想好了，你是合理的，是科学的，那你就努力去做，就能成功。40年来，面对他人的否定、命运的无常、事业的坎坷，郑小英依然强势地坚持着普及交响乐的事业。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为了大众，更是为了自己。一辈子强势的他，无法容忍自己从事的事业落入默默无闻的境地。因此，只要他认为是有助于这份事业的，他就一定会去坚持。而这份深植于郑小英骨子里的强势，则来源于她的母亲。人家也是说我妈妈，说她要是认定的事儿，她都能做成。她那个时代，她是追求进步的，可以是就是这样一个，在
喜欢走在潮流前面的这么一个女性，她也受了五四以后的那种新思潮的影响，所以很向往外面的世界。我母亲的家庭就把她给开除了，你要如果去你就不要回来，义不容辞。我母亲扛着铺盖就上了船，所以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她。郑小英的母亲是中国的第一批女体育教师，在那个禁锢女性的旧社会，不顾世俗追求自我的母亲成了郑小英心中的偶像，以至于18岁那年，郑小英同样不顾母亲的挽留，独自走上了追求理想的道路。我是她女儿嘛，也受她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她不让我去解放区，我就说你当时离开重庆的时候，离开你那个家庭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他也没话说了，所以他只能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因为他不放心我，他爱我。当然那是不可能。母女这一别竟是3年，新中国成立后，郑小英留在北京发展指挥事业，母亲则留在上海生活，两地相隔终是聚少离多，甚至在母亲去世时，郑小英也因演出而无法守在母亲的身边。中间休息的时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也不能中断了，一直到演出完了以后，哇，我才能够大声哭了一场。当我回去，妹妹他们把妈妈放在太平间冷藏着等我。哦，那次真受不了了，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对不起她。我妈妈也是个很坚强的人，从她的性格，从她对我的期待，我真是应该很感谢她。2015年11月27号，歌剧《岳飞》在天津大剧院上演，当天的上座率超过了90%。而从第一次正式合排到演出，郑小英和这支没有多少演出经验的团队仅用了20天的时间。另外，由于这次实践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天津音乐学院还召开了关于郑小英推广的科学排演流程的研讨会。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他觉得他这一生最好的结束是倒在指挥台上。一天要吃多少药？好多呢，这是美国的药，太大了咽不下去，还得把它中烂了。嗓子眼很小，咽不下去，老啦。这已经是生活了。